可以准备开始吗？可以开始。要表演的是哪首歌？倔强。为什么想选这首歌？因为我们很倔强，就是永不服输。OK。准备好了吗？再次准备好了。好。坚持到底，就像歌词里唱的那样，啊，当这个世界和我不一样，那就让我一样。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。我相信这首歌也激励着很多朋友，所以坚强勇敢的生活下去，一定会见到生活中的美好。希望你会喜欢这首我和小雨一起演唱的《倔强》，对我这个伴奏很满意，还行吧，蛮好的，坚持、坚信、坚强。OK。哎，坐过来啊！唱歌，唱歌！我说了，一起，两个人一起唱，这种才有力量。我一个人在这里，孤孤单单的。对。那怎么样？坐屁股，这没办法。让你拿个椅子过来，拿个椅子过来。想想这个弹之前说一下，节日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谢谢大家对我的刻不上谢。亲亲亲，就对我们的支持，亲，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。我要祝大家生日快乐，祝大家
节目票的人，大家你过生日的时候，祝大家，谢谢大家，祝小雨生日快乐。Nice.